原来你这么喜欢被人教训啊。我不喜欢被人教训，我只喜欢被你教训。先生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真啊，说什么呢？就是，这荣少爷给咱们带来一筐螃蟹呢。伯父，都说了，叫我加上就好了。那个是佃农早上新送过来的，我特地挑了几个大的，不知道先生喜不喜欢吃螃蟹。你这位先生啊，最喜欢吃螃蟹了。小时候啊，因为贪吃还拉了肚子呢。爹，说什么呢？嘉上，有信了。妈，那我去巷口打些酒回来。爹，你晚上也喝点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再买二斤烧卤。荣少爷今天晚上可是在咱们家吃饭的。啊，对对，多买点，多买点。好。先生，我陪你去吧。冯小姐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哎呦，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啊。刘太太啊，我刚好像看到令公子带了好几个朋友回家。这个败家子儿准是又带人回去赌钱，说不定一会儿又变卖我什么东西。哎呦，我得赶紧回去啊。哎呦，你们这里还挺有意思的。有意思？这些人情百态在你眼里可能是挺有趣的，但如果在这住上一阵儿，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谢谢你的螃蟹。送螃蟹只是借口，我只是想来看看先生。先生以前伶牙俐齿的，能把我驳得哑口无言，现在卸任了，反而变得温顺了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喜欢被人教训啊。我不喜欢被人教训，我只喜欢被你教训。